现在来赶海了啊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人少了，这个海鲜就越来越少了，我们下去看看啊，走。看一下，有认识的吗？嘿嘿，大螃蟹，哈哈。哎，这片海域真不错，这个螃蟹不用看就是母的，因为母蟹子它的爪又粗又短，看一下啊，是个母的。公蟹的爪又细又长，母蟹的爪又粗又短，收起来吧。看看看看，哎呦，这大大一个壳，收了收了收了啊，给你们留的。文蛤一个，好久没捡文蛤了。就先过来转转，嘿嘿，文蛤收了，小古巴文蛤啊，不是猫耳朵，黄色的，大家能看一下这个什么东西吗？小蟹子，这一点点，嘿，哎呦，一条八爪鱼，这个大这个大，天气越来越冷了啊。八爪鱼越来越大了，你这就不要了，要这个行了，收了，看一下这个大吧，又一个文蛤，哎，文蛤挺多的哈，这白色的，看一下，就这样的海鲜啊，谁碰到也能看，也能认清楚，哎，猫耳朵啊。漂白漂白的，缩起，自己缩了，收起来了。一个小文蛤，太小了，这个，不要了，这个。看一下啊，哎，八爪鱼一条，嘿嘿。看到没有，冬天啊赶海人少了啊，货就多起来了，这个脑袋太大了，起来，嘿，收了，不和他玩了，嘿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嘿，还没进去呢，出来晒太阳了是吧，收起来吧啊，大个不小了，刺水了，收了啊。